baby， 自保大意很穷，一周十块，一月四十块。李金明惊讶到接不下去话。作为目前国民度最高的综艺，每周五跑男开播都备受观众期待。虽说跑到现在对其质疑的声音也越来越多，但是本季跑男却让不少网友对他改观，每期节目主题都让人赞叹。从联合国演讲到奥运冰雪运动会，再到传承中华龙舟文化，每期节目主题都在向观众传达着一种积极向上的能量，又怎能说它不是一个好节目？虽说节目主题变得积极向上，但是这季节目也存在的许多非议。首先一点就是节目游戏过程中导致许多 MC 受伤，最开始是李晨的头部受伤，之后邓超的手又受伤了，这么危险的综艺还是头一次见。不过比起嘉宾受伤来，本季节目到现在为止争议最多的还是 baby 这个唯一的常驻女 MC 了。因为是节目中唯一的女嘉宾，所以不管是其他常驻嘉宾还是飞行嘉宾都会心照不宣地对 baby 照顾有加，这个也很正常。但是在节目中有一次玩落水游戏时，旁边两人被折腾得不像样，轮到泼 baby 水了，节目组却对 baby 放水太多次，这样的行为引起了广大网友的不满。节目播出后， baby 解释到节目组这样做是因为节目录制的当天她正好生理期。 baby 的解释引起了广大女性同胞对于生理期应不应该正常工作的争议。一些网友认为录节目是她的工作，既然是工作，拿着这么高的片酬就应该坚持。另一些则认为女孩子生理期遇水对身体不好， baby 作为女孩子对自己好一点很正常。一个游戏引发这么多全网对生理期应不应该下水的辩论也是厉害的。不过这个全网辩论的话题刚过去不久， baby 又给网友提供了一个辩论新素材，大学生生活费多少合适，十来年前物价高低的辩论。在最新一期节目《爱情公寓》特辑中，《爱情公寓》剧组的到来给观众带来了许多回忆杀。节目一开始房间的布置和音乐就是满满的回忆，对于即将上映的《爱情公寓》电影也是满满的期待。而且他们不仅给观众带来了回忆杀，也带来了许多的看点和笑点。最后跑男和《爱情公寓》对阵时，也让观众看到了《爱情公寓》每个人之间默契、信任和友谊并存的情谊，让人十分羡慕。本期节目可以说是这季跑男最好看的一期了，成员的表现也都全程无雷，但是 baby 在节目中说的一句话又引起了广大网友的讨论。坐车去往游戏目的地过程中， baby 和李金明聊起了天，说到自己的大学时期， baby 自曝自己大一的时候很穷，一个礼拜十块钱，一个月才四十块钱。 baby 说完，李金明一脸惊讶地看着他，不敢相信一个星期十块是怎么过来的，而且完全接不下去话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旁边孙艺洲这个似笑非笑的表情也很亮，很有意思，连表情管理都做不下去了。不止孙艺洲，李金明对于 baby 这段很穷的大学时光
大部分网友也是不敢相信的。一来 Baby 十多岁就当模特出道了，二来 Baby 89年出生上大学，应该也就是十多年前的事。08-07 年物价好像没低到10块钱就可以过一个星期，40块钱就可以撑过一个月，吃饭都不够，更别说其他杂七杂八的费用了。所以对于 Baby 说的这段贫穷的大学时光，许多网友都 get 不到，以后还是长点心吧。